有人。而且刚刚机器是有声音的，机器怎么机器？你说测谎机在测的时候，对对对对，哦，有差哦。那你刚刚怎么没有说？可是因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。不知道是还是不是啊？是什么声音？我没听到哎、欸，很大的哔哔声，所以哔哔哔是代表就不是这样，他是鬼这样。嗯，就可能要再多试几次吧。对啊，因为没试过，其实不知道到底也不知道那个声音到底是怎样。嗯，侦测器是杰克给我的。那本来测就会叫啊。谢谢杰克帮我拿侦测器。哇，你们要知道啊，哈基直接开人家枪一定有问题啊。对啊，没有啊，讲到你们在趁乱呢，让人顺便打一下啊。你就急着没有，因为我那我玩这个很多次，你都是在这个时候特别激动哦。你忘记我上次跟你一起当鬼，就直接说短团是短团是，我两个直接射短团不是吗？超坏的。对啊，直接票就是有问题哦，大家还在犹豫的时候，直接票他了。大家到第二间之后这样票才有用。对啊。因为前面要太多人过，广告是麦当劳会不会太坏？哇哦，哇哦，还蛮坏的。吃起来，又卡好久，又可以我要买那么大圆桶。啊，我今天老喝，我今天喝水都一直被卡。对啊，就一场放一次啊。我没有按的那么勤奋，无缝接轨。我刚想到大家都走了，就是你竟然还在后面。不不，你在看什么？就隐约在专门偷看别人喝血包、哦，他们走超后面的，后面等着人家喝血包。我只是脚比较短而已嘛。妈的，大家都走了，我看所有人全部都冲走了，可以喝下了吧？你看，我只是脚短而已嘛。对你刚刚应该直接开小雨枪的哈。嗯。因为那时候他在我跟隐约中间，那时候我一直很想开枪下去。嗯我控制不住我右手的恶魔，我都一直跑，太危险了，不能站在一个定点。今天怎么都跟小雨？对，刚刚团团跟白星是内讧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我一直都在射雪地，他跑过来反插我一刀，然后我有射到你吗？你在那边乱射，我没射到你呀、啊。就觉得你讲完，然后一直在那射，我就觉得你是要弄我，你知道吗？弄你，我弄死你哦！你看，好凶哦！我要捡枪了啦，我要杀了你！炸挖弹，炸挖弹，炸挖弹！有没有子弹、啊？没看到，你们到底在干嘛啦、啊？看不到，看不到吧？两个都看不到，看到了，幺幺幺，这什么？哎呦，这有血包被喝过耶！哪里哪里？哪里？我在拿相机的。这是什么针啊？绿色的头是什么针？毒针吗？哎，我不知道，就是你要看一下它的指示，它有一个是，就是右边那边没喝过。绿色的针是什么针？解毒针吗？绿色的针，包被喝过的、欸，对，哇，你不又是你吧？喝完之后又讲那么大声，哦，这边整路都没喝过。太恐怖了吧！恐怖、哦，所以是已经喝饱了。你要变身了吗？已经喝饱了吧？已经喝饱了，喝完之后就可以直接变了、欸。好恐怖 哦, 恐怖哦！真的蛮恐怖的。光之后看到就是两个还三个都已经喝完了，太扯了吧？谁啊？又在偷偷来？哪里有弹夹？没东西可以拿了。怎么没子弹啊？到处找到，到处都没有挂血包、欸，是怎么回事？全部都是挂包哎。这场血包是来挂衣服的吧？最速场，最速场，好可怕的，就有点恐怖。小雨，有变身，我要变身了！阿星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我看到了，我有看到，我听到变身声了，变身声。我也听到了，白色衣服中间一个红点，那个是繁星吗？不是我，我刚有看到从旁边冲过去抓你。那他是谁？那不然是谁？我想一下，我不知道。谁穿日本国旗啊？你刚刚不是躲在旁边吗？我就看到他忙冲走了、啊。等一下，这我旁边就冲着你了，谁？他记起来了，他记起来了，就复活了。等一下，我们看谁穿日本国旗啊？我啦。哦，是你哦，还有是你哦，真的不是你吗？不是啦。哎、欸，那是谁？啊？我要走了，我要走了。哎、欸，这个门不能进吧？这个门不能进，这个门不能进。不能，前面那一个，前面那一个。
喝的真的有够快的。为什么？这是日本国籍吗？嗯，我刚刚跟土人在一起啊。好、哦，对啊，好、哦。不是啊，在你们那边有人喝起爆，有人喝起爆。哪里哪里哪里？不知道在干嘛，你知道吗？就一脸那个。我们两个在二楼那边，怎么办？现在该怎么办？我们就没有，我们只敢躲二楼，因为二楼有那个上二楼的地区全部都放那个解包地雷，地雷地雷都放解包。哎、欸，那个是哎哎哎，谁、欸欸、过来一下？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侦测器吗？我侦测器，侦测测一下。来，哎、欸，你过来过来，侦测一下就知道了。啊，就是繁星啊，他那边砍我。繁星跟允月。啊？哎、欸，小不，哎、欸，不是允月就杰克，不是允月就杰克，对他们两个。杰克啦，杰克成这样，杰克啦。繁星跟杰克。对对对对对。我要侦测他两个都互相卡打我，你知道吗？杰克，你不要走啊！啊，杰克不要。要变身了，要变身了，要变身了。这两个真的是大喝一波。我变身身了，左边啊，左边啊，杰克。哎，我被吓到了。哎、欸，不要打我啦，不是我啦！他咬人，他咬人，人在咬。哎、欸，我在做人选人。咬哦！啊，没子弹，没子弹，没子弹。可以吧？哎呀，不，没有想到这两个居然都是哎、欸，真的，真的谁啊？哎、欸，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了，杰克？杰克吗？哎、欸，我现在可以走了。杰克、繁星啊，这两个，这两个。杰克，你怎么可以杀人？该票了，该票了。哎、欸，可是为什么票啊？哎、欸，我要怎么出去？我快死掉了。我后面是投四票、欸，哎，投四票，可能吧？可是刚刚两个就死了。路快赶票一下，繁星直接票死，快死快死快死！繁星没有被票死吧？我被票死了、啊，我票了一下，我都票了、啊。他路过戳我一刀，我就死了。哎、欸，这个门我都快复活了，所以你们都来了没啊？杰克嘞，杰克嘞，我死了。他妈他杰克他被票了，他在楼上。我真莫名其妙就被票死了，所以两个都死了，是你们啦。你们有一个事哦、喔，你们有内鬼啦！不是啊，可是这个游戏如果说两个都死掉之后，是不是还游戏还会是要跑走才会结束？跑掉、啊，还是一样嘛，对不对？对对 对, 對，只是搞不好真的有内鬼，说不定啊，这个也难讲。有内鬼，真的难讲，真的难讲。我觉得有内鬼，那就是把杰克打死的哈基尔。对，怎么可能？他可是这样哈基运也太好了吧？没有哈基，我用毒针救过哈基，不是。哎、欸，为什么用毒针救过就知道不是啊？啊，鬼不能被救啊！他被鬼咬死了，但是我用毒针救他。哦，鬼咬错人了吗？好、哦，可以咬自己人吗？那就只剩下小雨喽。好，走了，我出来了。小雨也走了，走了。看来是真的都是人了。干嘛？所以是两个，是人那两个鬼、啊。不喜欢。哎、啊，各位。哦，这是你们两个吗？是，我都是路过看，哎、欸，躺在地上，快赶快补一枪。我也是路过看到，哎、欸，正补一下这样子。没有，我想说我杀掉哈基的时候是还在关灯，那、嗯、一开灯他就可以票了。对啊，嗯、我想说是哇，都票好快、啊。什么？引诱先写，引诱先写，不好意思啊。上个厕所。感谢纳维订阅，感谢订阅。我、哦、又可以点技能了呀！啊，等低真好。机会。复活后装备，一百趴。这是什么？我要换的跟小雨一样了。嗯。想做坏事都可以一模一样，就不会被发现。大家都穿一样吗？能不能大家选一样啊？太鲜艳了。好啊，我们都选一个一样的啊。可是好像性别还是看得出来。什么头发？条纹衣啊，条纹衣啊，哪一个？等一下要哪一个？是衣服吗？条纹衣啊，不是衣服，不是连角色都要换一样的吗？角色不能换一样啊，他没有办法一样、啊。哦，对哈，好，条纹衣哈，嗯，条纹。我是老头，我就只能有爆炸头哎、欸，这是在霸凌我吗？等一下，为什么武器有一个是亚历克斯的自拍杆？自拍杆。他都可以是那个汤匙的条纹衣装备，
不行啊，爆炸头太明显。有没有可以？交易铺，我没有游戏币可以跟他交易哦。好了，可以了。没有啊，游戏币要买。安安，之前不是可以有升等的时候会有还是？哎，有哦。嗯。升等的状态。我没有南瓜帽啊，我们忘记播广告了。喵喵，嗯，喵喵，都好了吗？好的。我看你们衣服都还没换，我换了，还是要等到进去才换。条纹，我已经换条纹了。换一下吧，衣服换一下。我也换。因为我看哈基还是，有条纹的，是进去才会变吗？还是怎么样？对，可能吧。好吧，那就进去了。来吃草草，等下就全部那个条纹的，那个条纹的，谁啊？那个南瓜帽有条纹。对啊，小雨小雨的姿势很帅。那个是紫色的。哇，胜利姿势啊，就是把手那个，把手往一边摆，然后头往低那个。啊、那个 dip。有人说那是吸毒的姿势、欸，吸毒的姿势。对啊。那有人说那是打喷嚏，是掩盖打喷嚏。哇，他要跳上去了！对，掩盖打喷嚏啊！就要等的，就要丢广告了吗？丢太多了。对，今天已经丢太多了。不会啦，丢一丢，丢到观众流失。北极。哎、欸，还好好，这张图不会那么暗，不然看得太暗。对啊，嗯，光源真的太暗。还有一个森林的啊，今天都还没玩到，那个也真的暗到爆炸。哦，那个最好玩。嗯。那最好杀，那个最好杀人。哦，对啦，是啦，那个最好杀。那真的很暗，就是它是一个平面啊，没有太多高低。对。那等一下乱跳跳，指甲又断掉，我杀了他。团团，团团，衣服没换。不是啊，我上厕所我哪知道？他是条纹没错啦，他是横条纹没错。他是跳他，先给他死，不管他是什么，先给他死。对，我们是直条纹，他是横条纹。杀那个有色彩的斑马。他最显眼了，就是你啦，就是你了。杀我啊！你们这样就只能没关系啊，就死啊。三打二，对，三打二，开关。我就觉得这场，哦，在这，这场会那个啦，会怎样？嗯，人类会输啦，为什么？嗯，为什么会有这种音效吗？预言？哦，因为我要乱玩，我要开始报复社会。哦，刚刚把我打下去的哈，刚戳我一刀的哈。啊！我是看到你在路边，我才打你一枪。不要跑，女人不要跑。超凶！为什么戳不到你啊？哦，有了有了有了。啊，你是活的，你是活的，你是活的。这到底要杀多少人？打！为什么杰克你那么期待？你在期待什么啊？哦，是不是你呀、啊？你们都很。你在期待什么？你在期待什么？期待他想喝血袋，他不是想喝期待。到底我找不到啊！还有你刚刚戳我，干、欸、嘛？我怎么戳你了？干什么了？你刚不是说路过？你刚不是说路过开我一枪？哎、欸，这边有哎哎、欸欸，这里有血包啦，有血包，有血包，有血包，你可以吃啦。什么？我就说我要报复社会啊！那是报复社会。我是狼人之子。狼人之子、欸，我要第三天晚上才会复活。我刚听到血包的声音，我没有，没有。我刚刚站在繁星旁边，我站在小雨后面。放那个陷阱。哎、欸，我要捡笔记本。放保险箱。现在有笔记本吗？有啊，有紫色的，紫色的，紫色的。它藏得很隐秘。哎、欸，可能都被我们捡光了。哎、欸，我捡到保险丝了。阿丁，我干了。哦，这是你哦，他自己看起来。好忙哦！好忙、欸，好忙哦！啊，另一个在哪里啊？戴一个墨镜，
楼上上不去啊！哦，这里有保险师，找到了。没有，是要去二楼。我找不到路上去。二楼在哪里？这里楼梯。哪里有楼梯？啊！哦，这里。我有人变身了，有人变身了，有变身了！啊，我死！各位观众，你们干嘛抓我？等下杀人吼！这鬼是谁啊？就说我要报复社会的，还抓我，真的是吼！小雨经过，我死掉了。小雨刚不是在旁边吗？我死在小雨后面。楼上哎。